来，那么我们接下来玩这个八分钟即时抓捕，规则还是必须得有一只第八世代的，要不然就得少一只啊。嗯，来这个白天版吧。哦，走。结果发现是在，不错哎，平原金合欢沙漠的交界处，哇，完美啊！我来到一个完美的地方。完了，我这是黑森林。哎，但我必须要在这个交界处放下我的 PC 机啊。这个空格，这个方格，这边就是这个金合欢沙漠和平原，所以就这儿吧，在完美交界的地方。你说聚潭山了吗？这不就是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八分钟计时抓捕，第八世代必须有一只板，现在开始。什么鬼？飞腿狼就是你。我这有俩，你信不？列阵兵哦，很强大。那我肯定要列阵兵了。哎呀，背水一战啊！哎呀，瞬间起飞呀、啊，太帅了！哇天！大葱鸭耶！哎呦，跟我的我也有了，跟我的列阵兵有的一拼呢。这是粉眼弓那货啊！哦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！那粉眼弓很强的。哦，巨鸭杀！不行，对方有水了，我得，我不能再沙漠了。对方有水，我很危险。哎呀呀，这不石头山吗？哎呀，哎，灭力羊不是电龙吗？哎呀，完美到不能再完美了。我还弄了只莫鲁贝克，还有四分半啊，四分半，我还差三只嘞。我还差一只。斑斑马，变雷电斑马。嗯，来来来来来，又是一个 AA 的。哦，对呀，这个对战我们还没进行呢。A 开头的对战，上次说的，下次吧，总是忘记。宝可梦对战 AA 制，这个叫，哎，这是沙漠绿洲，是不是新更新出来的地形啊？你看，这算沙漠绿洲吗？这还不算呀、啊，沙漠里面有这么多水塘，那肯定是沙漠绿洲。哼，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地形。蛇吞熊变直冲熊，变朵蓝熊是吧？就它吧。抓起了，你怎么占我的进化场了呀？嗯，这是我专属进化场，我习惯性的到这儿来。这是我专属进化场，我也习惯性的到这儿来。赛帕第98来了，粉眼弓，从一只小蜈蚣变成了大龙，待会儿我改改体型的啊。也是大蜈蚣啊。哎，它自动就是阿罗拉的龙了耶。嗯，说明你抓的就是。我就是想要一只阿罗拉的。我有三个电吗？电龙、雷电斑马、龙龙岩。那谁那是个什么形态啊？不是个罗拉？不知道。先看看我的粉眼弓吧。哼，谁大？谁大？谁长？我还有尾巴呢，你别忘了。哎，你看它是胡子哎。电龙的好莱坞。先看你的。哟。哎呀，这是啥呀？这不是和平精英里面那个炫彩电鹰吗？是吗？炫彩电鹰皮肤。你为什么、哎、你为啥站他脑袋上？因为我很想有这套皮肤，太帅了。哦，这就是和平精英里面的一个皮肤啊。嗯，收。来来来来来，莫鲁贝克。哟，这是什么呀？ Switch 啊，是 Switch。让开，让我看看。你让开，让我看看。哦吼。Switch 加号减号，然后红蓝是吧？然后中间是黄，皮卡丘版的 Switch 啊，挺好挺好挺好，好萌，好萌好萌好萌。哪个是背水一战？这个，这是背水一战。No retreat。直译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迎头一击。哦，直译是什么？直译就是没有退路了。No retreat， 对，超级绝技。还以为超级绝技是踹一脚呢，只有我们这土话管那个叫绝，普通话叫脚。准备好了是吧？我这么多电，我就先上个电呗，一不小心告诉你了。三二一，雷电斑马。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葱油兵。豆是吧？是。哼，都没什么好的呀。没什么好的呀。疯狂福特。剑舞，这么疼？好了，该我了。复刻复刻，夜刃。
谢谢，因为我快，还挺押韵，一不小心就押了韵了。Why？ 因为我快，还健舞。飞起了啊！有人还想起飞，这年头拒绝起飞。福高福特，机长七七，赖了我一招。福高福特，飞起踢，谢谢。雷电斑马这么猛吗？就没了，没了，连灭两只了。对，恭喜朱小涛520成为第4622名粉丝。不要这么凶啊！我天哪！雷电斑马让我大开眼界呀、啊！疯狂福特，爆一波，又过半、啊，这下你得没了，这下我没了。哎，终于干掉他了！哇，雷电斑马太猛了！那我这把岂不输了？震兵，你还这么多人呢？嗯。No retreat， 雷电牙，背水一战，麻痹了，漂亮！哎呀，这速度白提了，爆音波，气死我了！我应该用迎头一击啊，忘了用了，精神战，再见。居然还是你快！哎呀，我的列阵兵速度优势没了，这下完了。莫尔贝克。上我的 Switch 啦！你是什么属性呢？现在不知道。我有超级脚击，电气轮，扛住，变形，再见。我还没变呢。我可是背水一战，给点面子行不？不给面子，我背水一战了已经。波斯克多拉，那我可以收下了。那完了，这把输。近身战，蛇身状。我有那个铁头。哦，你在抄着呢。我有铁头，那个不是铁头了，那个金脑袋，所以不会反伤。嗯，但是你没有，哦哟，扛住了哎！哎，终于弄死了，倒下了。哎，不是说好不会反伤吗？啊，什么？反了？我超进化之后可能变属性了。啊，对，肯定变啊！焚焰弓 ，Fire Lash， 哦，火呀，我有火。岩崩。啊，速度方面你是没有什么的。最后一只。点飞鼠啊！Fire Lash， 打击，哇，打好多，我烧，哦，而且我的那个灼伤皮肤还给你灼伤了，不是火焰皮肤，打击，不是火焰皮肤，什么来着？什么玩意？什么来着？火焰躯干不是？你看什么来着？碰到就会灼伤的那个什么躯干来着？烈焰箭射，烈焰躯干，火焰皮肤，烈焰皮肤，那东西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叫，哎呀。强迫症啊，想不起来，好难受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火焰之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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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焰躯干，我就觉得很接近。咬碎，倒了。你最后一只是吧？那我的超进化怎么也得上个场啊 ！Mega 进化，电飞鼠，所以用力量宝石。打击。哼，超级电龙，超级电龙，看它皮肤还在不在？应该在，没了，哎，还在，在，哇，好黑呀、啊，哎呀，我先打，哎呀，电飞鼠倒下，再见，轻松获胜，我这一堆电还是很猛的，好惨，嗯。